看看，我们今天晚上吃饺子，这个是我拌的，我和的馅儿，韭菜、虾仁、鸡蛋，没有肉，那个是炒糊的鸡蛋，哎呦我操！这都是程老板包的。多漂亮，三种花色。这个是我擀的皮儿，这个是我和的面，饺子熟了。晚餐时间到，现在是10:13，我们今天要吃的是自己包的饺子，实在是开心的要死。程老板在打开酱。来，你再加油一次，好吗？然后我们再看，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再给大家一口吃一个饺子。一口一个，好吃吗？贼好吃，就是皮儿稍稍有一点厚。老干妈蘸饺子就蒜瓣儿，再来一瓣蒜。饺子就老干妈，还有醋啊！看，已经吃完一盘了，半夜10点多。